问裁判，请注意，来自雪州苏方红的第一位，现场难度动作7-1-7-1。裁判注意，雪州苏方红的第一位，在1分54秒，在12号桩扣一个其他失误，0.1分；在3分24秒，在11号桩扣一个其他失误，0.1分，总扣0.2分，总扣0.2分。
成绩报告，雪州苏帮，请裁判准备。裁判请亮分，一号裁判8.4，二号裁判8.6，三号裁判8.4，四号裁判8.5，五号裁判8.4，六号裁判8.2，七号裁判8.4。成绩报告，雪州苏帮洪德体育会获得的分数8.4分。